我一枪打俾你，等于一世都冇得自摸啦！阿天顺，食粒莲子就早生贵子啊！老婆，如果而家仲有5分钟嘅世界末日，你除咗洗面之外，仲未做啲咩咧？咁你做乜嘢啊？讲紧同你做爱。阿嫂搞入皇家咩贡献先？ 仲似乎同我哋争公之，唔中意出风头，亦都唔理人哋讲乜嘢嘅。所以我不嬲当你系偶像咧，不过你系男人嚟噶嘛，点可以俾个老婆威过你噶？阿玲，你点可以咁讲噶？你一直以嚟都想破坏我哋兄妹感情，搞到我哋兄妹不和。阿玲，枪最好唔好租俾人。 当年咪我契弟住你，你边有今日啊？唔好同我讲当年啊！而家系1990年。衰仔，我今日唔打你，我契弟。你行埋嚟啊！最行埋嚟，我杀死佢啊！你杀啊！你唔杀佢就系衰仔，我唔杀你我就唔心声。